杀妻灭子，汉武帝血腥巫蛊连环案。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举世公认。他的父于禁取和勃勃野心，中国得以开疆拓土，大汉帝国登上了强盛的巅峰。汉武帝也成为与秦始皇并称的一代雄主。西汉的历史也翻开了最为辉煌的一页。然而，这样的一位帝王却热衷于修仙练道，希望能够跟皇帝一样。 乘龙而去。由于武帝的迷信，到了晚年却引发了一系列的巫蛊案，给许多人带来灾难。巫蛊也叫厌胜之术，即用纸人、草人、木偶、铜像等作违背施术者的替身，刻上他们的名字和生辰八字，自然后埋进地下，或用针刺。 巫师念咒语，汉武帝刘彻向进行诅咒。巫师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让被诅咒者不得好死。最早的一起巫蛊案发生在天光五年，当时武帝已经二十七岁了，但是却没有一个儿子。皇后陈阿娇因此失去宠幸，而武帝从平阳公主家带回来的歌女卫子夫已经有了身孕。阿娇知道后甚是嫉妒，于是。 他施用妇人惑人的邪术，汉武帝知道后非常生气，派人追查此事。结果发现巫师楚服为皇后祭祀诅咒，巫师楚服被斩首示众，皇后被废，居长门宫，祸及三百人。这次巫蛊只是一个开头，并没有引起连锁反应，所以相比较于汉武帝后期的巫蛊案，这件案子还只是很小的一个。汉武帝生性冷酷多疑。 宫中巫术盛行，后宫中的妃嫔勾心斗角，祭祀诅咒。有一些人还说后宫有人诅咒皇上。汉武帝大怒，派人彻查，结果后宫连级大臣死了数百人。武帝经过这次事件后，当然时刻担心被人暗算，怕有人用邪术诅咒他，身体变得很虚弱。有一次。 白天睡觉的时候，梦见几干个木偶人手拿木棒来攻击他。这件事被奸臣江充知道了，他利用汉武帝的迷信心理，煽动制造更大的巫蛊冤案。江充与太子刘据有过节，江充怕以后为太子即位，自己会被太子诛杀，便先下手为强。 上书汉武帝说他身体虚弱是巫蛊作祟，汉武帝责成江充查办巫蛊案。江充千方百计地把巫蛊的祸水引向太子，在太子宫掘地求蛊，找到了为诬陷政敌而预先让胡巫埋设好的桐木人。当时，汉武帝在甘泉宫养病，皇后。 太子都不能与之见面，江冲的种种胡作非为也无法向汉武帝奏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太子与母亲魏皇后商量，于公元前九十一年七月，假传皇帝诏书，发兵捕斩江冲。汉武帝以为太子谋反，遂命人率兵镇压。这次巫蛊之乱导致汉武帝父子骨肉相残，太子兵败逃亡后自杀，魏皇后被废自杀，太子妃史良娣。 皇孙刘进及其妃王夫人以及其他皇孙、皇孙女都罹难，连刚出生数月的皇曾孙也被投进监狱。至此，太子谋反事件结束了。但是巫蛊案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上演。太子巫蛊案的第二年，丞相刘屈茂被卷入巫蛊案中，伏诛。丞相的丈人、正在出征匈奴的二十将军李广利也牵扯案中，家族被灭。 二师将军无奈之下投降了匈奴。汉武帝时期的三次巫蛊案，使陈皇后被废，魏皇后被迫自杀，丞相被腰斩，太子刘据和两位公主、皇孙、皇孙女罹难，加上受牵连的人，前后超过十万人被杀，真是惨不忍睹。更严重的是，造成皇室接班人突然空缺，给汉政权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危机。这些巫蛊案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给汉武帝带来深深伤害的太子巫蛊案，最终的结果却让人心酸。汉武帝派人调查了此案，才知道魏皇后和太子刘据从来没有埋过木头人。最后。 江冲被灭族，其他参与此事的大臣也都被处死。营救太子的李寿跟张富昌被封侯。武帝建造了一座狮子宫，又在湖县建造了归来望思台。汉武帝在望思台上想到自己的儿子和其他亲人几乎全部因为自己的狂悖而一一惨死，只留下自己孑然一身，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不禁老泪纵横。四年后。 汉武帝在一片凄风苦雨中黯然辞世。汉武帝自己一手导演的巫蛊案，到了最短让自己子然前身的可谓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已而这其中，邪恶的人如江冲，最终也得到了惩罚。可知冤冤相报之中，自然报应不爽。